讲这台仪器的一个操作。在我们的手柄上面有一个按键，客户在做这台飞梭之前要做一个面部的一个清洁，现在的情况下是我们已经做好了面部清洁了，那现在我们就会将凝胶均匀的涂在面部上，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匀速的前进。我们客户的一个感受怎么样？那每一个线我们可以做2到3遍。三角往苹果的方向走，另外一个手指要按在这个苹果的位置，这是一个三角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三角形，这个手它在走。我们走完了过后，就以打圈的形式均匀的在皮肤上面去移动，不能把圈画得太大。